今天君君君君带你逛逛 Whole Foods， 说出来你们别不信，这些宝藏美食真的只在 Whole Foods 才能买到哦。第一款粉色椰子水， Whole Foods 自营品牌，也有超级少女心的粉色椰子水了，没有任何额外添加，完全是100%的纯椰子，真的超级清甜。第二款综合坚果巧克力，坚果的质量非常好，饱满大颗嘎嘣脆，搭配花生酱巧克力，咸甜搭配 YYDS。第三款低卡酸奶冰淇淋，这款冰糕好吃到真的很难相信，只有80卡，蓝莓味和芒果味都很好吃，奶味十足，质地 creamy， 属于是冰柜常备了，就算是每天饭后都来一根也不怕长胖。第四款365花生酱，侯父子自营的花生酱真的很高质量，有很多选择，丝滑的或者里面有花生碎的都好吃，配料表干净到可以做宝宝辅食，买回家之后经常忍不住空口吃几勺。第五款炸鱼条，原材料是野生捕捞的鱼，味道非常新鲜，完全不腥，能吃到鱼的鲜甜，鱼肉柔软可口，外皮酥脆，做法简单，烤箱20分钟，吉祥美味。第六款炸鱿鱼圈，炸鱿鱼圈是君君最喜欢的前菜之一，只要菜单上有就是必点。侯父子出品的这款炸鱿鱼，比一般餐馆的质量要好得多，空气炸锅15分钟就好了。鱿鱼圈肉质鲜嫩不油腻。第七款越南咖啡，越南炭烧咖啡真的好好喝哦，浓郁的醇厚感，口感丰富饱满，喝下一口会感受到咖啡的浓郁香气充满口腔，伴随着一种醇厚的滑顺，没喝过的小伙伴真的可以尝尝。第八款蝴蝶酥，侯父子的烘焙区真的有东西，真的可以和国内面包店的媲美了，奶香和黄油香都很浓，不齁甜不腻，好酥好脆。第九款草莓巧克力燕麦，真的别太好吃了，君君买回家直接空口当零食吃完了，里面有草莓冻干和巧克力碎，不甜是黑巧的浓郁味道，当零食或者拌酸奶都好吃。第十款巧克力千层饼干，这款应该其他超市也有，是超级薄的千层饼干，层层叠叠着巧克力酱，外面是巧克力涂层，不齁甜，一口一口真停不下来。那咱们今天就逛到这，更多 Whole Foods 店内实拍下期见。家人们，有喜欢的 Whole Foods 好物也欢迎评论区分享，散会。